中年好声音二嘅谭辉智以一曲归来吧夺得史上第一个20分满分，击败总分同样系93分嘅颜米高，成为第一位三刷 MVP 嘅参赛者。你哋两个系咪天敌啊？因为同分喎。点会系天敌咧？天敌叫 partner 嘛。喺宣布咧攞 MVP 之前，你有冇谂过其实系自己啊？我聽到我的名字和 Keyman 的名字還有輝智的名字，其實我覺得 Keyman 其實我也覺得是 Keyman 的，真心是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太突破了，拿著吉他其實是很好聽。會不會去慶功宴？有，會啊，會啊，你得，你得閒啫。係係，我而家要射住我，射住我，而家輝智要射翻住我。你而家三對啊，大佬，喂，你話我攞好多嘛？你即刻示範咩叫做多？三對會啊，慶功啊！你仲收到 Team Sir 嘅第一個20分啊？係喎，呢個緊要啊，呢個緊要，哇，真係呢個睇你表現啦，真係。分享下嗰一刻係咩感受？飄飄地係。辉智越战越勇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，同米高更加是惺惺相惜。你有没有感受到威胁性啊？威胁就不是今天才感受到的，他现在通晒了，基本上他练成了这个神功之后，他就会教我们了。是，加油兄弟。我怎可能教到你啊？哪有资格啊？有的，有的。真是米高，真的很厉害。所有东西都很 perfect。对于评判说你是偶像实力派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我覺得他哋是咪揞住良心講咧？唔知道，即係冇可能嘅。但我哋全部都覺得你靚仔咗喎。係咩？今日個妝化得好唔好？兄弟都覺得佢靚仔。係咩？睇下係嘛？接近啲，睇下唔知係靚仔咗成件事，眉清目秀，仲要剃埋須係嘛？亞洲新咩？超靈團。兩位巴打即場就組成亞洲超靈團嚟個 PK 對唱。各位觀眾，東張西望特別版《歸來吧》。心里的他，咖喱后腩饭，这里才是快乐老家。心里的他，咖喱牛腩饭，这里才是快乐老家。咖喱阿妈，咖喱牛腩饭。这里才是快乐牛腩饭。好肚饿。大家好，我是谭辉智。大家好，我是颜米高。我们是咖喱牛腩饭。多谢你们，非常之好。